俩以前是睡在一起的，他爸爸也教我不少武术。哦、游泳娘的爸爸会武术，很厉害。哎，开玩笑，游泳娘有两手，我告诉你。然后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啊、哦，泳娘也是每次放那个成人电影给我看。啊，所以老婆才这么样，干掉当肥料。好好。啊，好好。不是。